到首尔了。这次来韩国的首要任务呢，当然是看 LV 的秀，那其次呢，还会去逛逛街，吃一吃韩国的特色美食，再买买衣服。然后这些呢，是我平时会带的东西，给大家展示一下，看看，当当当当。然后剩下的还有很多东西，准备在这儿购物一下。跟我一起出发吧。有年代感吗？我听说这个地方是以前是那个旅馆，专门给这个艺术家们住，然后后来改建成这样的一个美术馆。啊，旅馆改建。对，就还挺有氛围感。这个景色真的是很美，天气还不错。我只喝美食，就是早上的时候，因为可以消肿嘛。对，我是咖啡了。挺香的。这边有卖咖啡豆的，可以。打包两斤。对，塞到枕头里。干了。你好，你好。嗨。嗨。新年快乐。他这个有什么功能？抗皱。抓的真好。抓的真好，糊了。说买咱就真买。真买。绝不做作。我们就坐这儿吧。行。点点什么 ？Thank you。감사합니다。감사합니다。希望我们今年都能有更多的时间去更多的地方。是的，多看看外面的风景。要是有工作带着去更多的地方，那就更好了。一举两得。干了。那走吧，我们现在去看秀。走。